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评论道》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这里为您讲解的棋局是第22期日本阿寒桐山杯的决赛。决战的双方呢，分别是景山裕泰九段和许家元三段。那么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，依然是刘晓光九段。刘老师，您好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好，今天我们来给大家来说这盘棋啊。这个景山裕泰跟许家元呢，我想这个景山裕泰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了啊。他在日本是现在是排名第一，对，是比较强啊。是的，是的，而且他在这个阿寒桐山杯上之前已经获得过3次的冠军，但是呢，跟就是中日的对抗当中，他都输给了中国棋手。好像都输了吧，别的人也在输啊。那是的。个对抗的中国的这个战绩非常好啊，没每错。年都有一次的双倍的对抗。这许家元三段呢，我们看这名字就知道了，大家可以看到他是华裔的啊。这次能够杀入这个阿寒桐山的决赛也挺不容易的，因为这是一个快棋赛。好，那我们呢有一些这个他们这个阿寒桐山杯的比赛的现场画面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好。这是在京都阿寒宗本山蜗牛庵。这房子的建筑很漂亮哈。听说这个京都啊，很多建筑都是仿我们的唐朝时候的，所以看起来也有点像中式的建筑。那确实风景很优美啊，有山有水，看着像是。这是阿安，它总本部是吧？对对，阿寒宗的本部，它是一个宗教啊。这是许家元，许家元，对，好，对，这是比赛的画面，没错，这是一个日式的一个比赛现场，许家元呢，他是1997年出生的，今年只有18岁，还是非常年轻的。之前呢，获得过 U20 青少年组的亚军。这是景山裕景山泰，裕泰，日本的第一人。对，景山不但是快棋厉害，不而拆且线，慢棋也很厉害。对。景山是左手。这个日式的这样的比赛啊，它这个你看都是跪着来下。对。如果说中国棋手去参加这种日本的比赛的话，比如说日本举行的这个，世界比赛的话，是不是会觉得老跪着会很跪辛着苦你不习惯，啊？不习惯，那个腿 跪会很久难了受。有点不舒服。是，好，这研是究室是吗？不，这是业余爱好者的，这下指导棋的。对。看起来日本的这个氛围这还是是很大浓盘啊，讲解啊，这是是的，是的，按他个比赛的惯例啊，都是会有招待大家来听讲解。这是职业棋手啊，在这儿做讲解。是的，日本的这个围棋爱好者啊，你看老年人还居多，没错，看起来都是年纪比有较大很深厚的这个社会基础。的，确实。这是他这个，桐山敬雄是吗？对，是阿寒宗的，他们叫什么一代目？掌门人吧。对，算是掌门人吧。这是下完之后两个这人在复下盘棋嘛？在检讨复盘的是的，是的。这个画面。景山是89年出生的，今年也只有26岁，还应该很说小，是。也是很小。对，当打之年吧，我觉得这89年，绝对不能说是年纪大了，已经。这都比日本的这也都年轻化了，不像以前呢，那个时候大竹、小林光一都是比较年纪都对，比这年个时候长大，哈，而且30、40岁都是战斗在一线上对，的，也都提前了，对，慢慢的，看起来景山在发表一些感言呢。这非常隆重，这个比赛还是
好，我们来现在看看这个棋局啊。刚才我们这儿现场的画面，这个棋呢应该是快棋。对，是的，这个比赛呢是快棋，下的都非常30秒一步，但是它有10次，都是这个下，所以我们有些可不像那个那么慢棋那么经得起研究啊，它这个比较，我们来看啊，景山是黑棋，对，景山裕泰，许家园白棋，对，这然后黑棋挂了这个小目，对，这普普通通的，对，这个都是常见之行。对，三间地家、然后往那边走一个定式，大斜定式现在走了一个那么这个时候刘老师，白棋普通的下法是否可以考虑，比如说靠出来、啊、大概瓦粘这样的，样有这个好几种定式，这个地方瓦粘粘底下打了长了，走三爬一个，对，这非常多，这个大概是粘上，他跳一个，这门飞一个，尖一个，这个是最常规的定式，下的很多。以后黑棋跳，然后再走，这是。比如说这样。啊，这一走又半盘都快没了，对，往中间再走一个，对，走一个吧。哎，对。这是一盘棋。传统的老定式。没什么说特别好坏，这就是。差不多吧，但是现在好像下这个定式的人越来越少了，出现的少了，对，好像大家都不喜欢，我们那个年代下的多，把1/4的棋盘先走掉，那个意思，对，一般现在不爱下这个，他都走求简单，是尖的一个，对，这局部呢还是下的稍微简单一点，不要把那个1/4的棋盘全给下了，对，没什么变化。日本棋这个过去，尤其过去老棋啊，下刚这样的定式下的出现的频率很多，这个定式也多。我总觉得他们的定式还是很古老的，古老一些变化，新变化比较少，他们不能说没有。这定式啊，大型定式啊，比较得意的，就有日本出了一个日本大词典定式，哇，那么厚，好多本，但是现在都不用了，现在都是求简，现在黑棋挂角。黑棋现在挂了这个，对，这个挂角，我觉得这个都没有什么。就是说现在是景山裕泰，他拿黑棋，快速进行他挂角，这个应该说没什么。但是下一步他是走的加工，我觉得有点问题。对，您觉得他加在哪儿比较合适？我觉得就拆二比较好，这步我是有疑。我觉得白棋拆二，先这面你既然都损控了，那面挂，这个把二拆完之后。之后的定式那再说了，我觉得就拆二就可以，这个呢是一盘棋，对，就这个地方你不要纠结于好像这个拆二这觉得位置有点怪，其实没关系，你先把自己脚步扎稳了，至于以后你怎么在这儿走定式那就再讲，这样呢就是全局比较我顺畅白棋，是的，景山裕泰也是力量型的，力量比较大的一个那个力量型擅长力战的一个，没错，嗯，他的棋下得很紧，就是相比于大部分的日本棋手而言的话，他的棋下得更紧迫感更强，然后呢，一般来说他不太会像这普普通通进行就算了，不是那样的。这个许家园他是加工在上面，这一招棋呢，你又有漏洞啊，那个有个打入，你要么就回去一路拆高位，高二也是可以考虑的，就下这儿，对。现在走到这个之后，你看下面，我们看啊，下面就不同了。下面黑棋跳是肯定，你这个都要跟着走，他就走普通的拖退，对，这是比较普普通通。白棋要补啊，这是一个定式，不走被搬也不行。下一步打入是相当明显的一步好棋，本来你要在这个地方拆二就没有关系，现在打入呢你不好办，这个就不好办了。现在白棋它肯不肯靠在上面呢？比如说这样。啊，对。靠一个，它爬一个，爬回来。它长一个。对，长一个。嗯。这个它爬回来，这个形状黑的好，那总你不如那个拆二那么位置好。现在你被它爬回来，它又活了，白棋不肯呐，你自己飘在上面，它的黑棋就发挥了，这个就白棋不肯这样下，它不肯忍受，不满意，不满意是吧？这样就不满意。那么不满意呢，那就进行作战，那就必然是往作战。作战呢，
他的黑棋的后势就发挥了。没什么可讨论的，没有办法，这得跳下去了。你既然不肯盖，是吧？那大家拼力量了，是吧？是的，拼力量，那怎么办呢？把黑棋必须跳出来。黑棋跳出来。对，这个时候，白棋如果拖过的话，不肯吧，刘老师？拖过，如果这样，拖过他就一路过来。啊，他就这样尝一个，这是黑棋高兴的，对，对对对，打吃，对，这个黑棋高兴。黑棋希望走，那走后了。对。这个他本来你这个薄棋变厚了，给你削弱了，以后这个地方，这二路一点你还没有活呢，也还有进攻的手段，这个是白棋不肯的形状。就总体来说，黑棋还是觉得比较满意，因为他只要打入你给他用力的地方，这他的后势都能够发挥作用了。那现在被跳出来。那就拼力量，白棋往上跳，白棋也跳出来，对，跳出来，但是现在看起来呢，黑棋好像作战的时候那边摆一排后势很有用啊。对，现在他给你只要隔开，他那个就有用，你现在白棋怎么样处理，真的是就是拼力量，现在黑棋往前跳，黑棋跳一个，跳一个，对，然后白棋他先做了一下准备工作啊，但是这棋呢确实。挺难下的这个白棋，不知道怎么办好。这个子和这块棋，你是乱了，对，连已经连不上了。你两边都要逃的话，你顾不过来呀。这个就是说，他反正就隔开，这个就乱战了，不是那么平稳了。本来你拆二是一个平稳的一个状态，他要找缝隙来作战，那不容易。现在不同了，现在你白棋要怎么想办法处理好的问题了？对，白棋实战他先挖粘，挖粘，这个，对，这是一个，你既然是你那你要打是俗手，对他这个一般这个形状都不肯走，白棋因为这个地方也不好处理，他干脆就挖粘多一个断点，然后再靠一个，估计他是想靠，所以先把这个给挖粘了。但是这个靠，我觉得如果你后面有招也可以，后面算好了可以。但是从后面几招看呢，他并不是好像没有特别有力的招，他就后面退缩了。对对对。但是这招棋呢，应该是普通的话是应该是说是尖一个，这是正常的话。就是、小尖是吗？本手是尖一个，就棋风难处走小尖是最常见的，大概是你大概是走这个吧。靠一个。靠一个是吧？靠一个，他搬一个，对，那么。那就走一个这个，这个棋你不能被震吧？你可能还得跳一个，得往前跳吧。再压一个。那就打算把这个子弃掉算了。那应该差不多。你大概这个尝一个。尝一个可能。尝一个。尝一个。对，白棋把那个断了得了，那个断也不行。对。反正就弃子了呗。对对对，你大概打下去，他把脚给吃了。这个比较普通吧。这样是一盘棋，我觉得是。可以考虑的一盘棋，还挺平稳的。平稳应该说是慢慢下，大家，都是比较合理的运转当中。待会儿如果说白棋外面处理好的话，是不是也有可能拖？对，那实在不行，黑棋就先炸掉，炸掉。就是这个应该是那个子就不要再想，别惦记了，别惦记了。对，那大概就是这样了。这个是我觉得是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下法，很正常吧？很正常，对，因为你逃两边嘛，这与理不合，这两边你顾不过来，来不及，一人只能下一步，你就把一边处理好的另外一个子，你该弃你就弃了吧。这你不能说白棋就一定不好，但是这个普普通，但是呢，实战呢，就是他想追求高效率，追求高效率，这个我们看实战，实战这个下法呢，就有点狠，你要能成功的行，但是遭到了黑棋这么强有力的冲击，再双一下，对这个干脆也不保留了。对对对，这可以，我觉得这时候不保留。对，他冲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白棋的实战居然是退让了。对，他是这么走，这样给这样走，那么你这个从结果说看，你这是损。这靠的子，这显然是被人家先手就给冲断了。对，不可理解了。是的，这个就不，你要是说你既然靠，你就要能够挡上。
这个党上会怎么样呢？对，白起党上，白起党这对是吧？在这儿，党上最狠的是黑旗就断，断我想最狠断这个，对，最狠是断这个。这个很凶险，这个是比较狠的，太凶险了。这个白起打下来吧，你大概先粘一下，还要在这也行，粘一。那现在粘一下吗？哎，对对，也可以粘一下，粘一下他，来他怎么走一个吧，反正。然后接下来我是冲还是接上的？如果冲。假如说单冲这个吗？对对对，单冲这个是不是不太行啊？他要断。然后尝一个，这蒸子不利呀，蒸不掉。蒸不掉，他就是这，我估计是这么狠吧。反正就这样吧，冲过来。那我觉得白棋啊，是不是气？既然要。嗯，靠了，我觉得死了也应该这么下，里面有可能死掉，但是死了之后你进行转换，也可以，也应该这么下得了。这是气节问题是吗？不这么下，那你那个逻辑就不通了。对对。为什么要那么下？那样下你已经损了，但是你的挡的时候，你如果挡作战呢，还有可能成功的概率还有可能。你这个棋就底下算变化，那再说了。但是他临时退缩，这个下面就比较复杂了吧？黑棋可能也可能是走这个，我估计。黑棋虎一个。虎一个，你那儿。我要先挖掉吗？还是单搬一个是不是？这个就看你的选择。这个单搬吧。单搬，这个就杀气了。杀气，杀气的话。差一气，谁差一气的问题？好像黑棋气长一点，差一气吗？觉得黑棋有可能长一气长一点啊。但是这个就比较复杂，但是这个白棋有风险。对，但是他那个实战就这个都还难说。即使输了那个死掉，但是这个卷包一下也很难说。黑棋不管怎么说，他退让了。对，这棋不管怎么样，就觉得刘老师觉得这棋是应该这么下的。我就说。你既然你已经靠了，既然靠，就是应该这么下，你就应该挡住他。你既然靠了，你还退让，那你那个靠就首先已经被否定了。对对对对，要不然你就还不如刚才接一个。对对对对，这个是就是个逻辑的，我们这个就是职业棋手就是这么逻辑，这应该这么想。但是退让，我们看这个实战啊，退让总觉得这个棋，总觉得你这一条棍子被这么来一下啊。后手被黑棋这么冲了，和刚才那个尖子不同了。现在黑棋呢，他转身呢，也走得很。这马上就有个挖断，他把这个也走了。那警察一带，对，把这个连了。这个有个挖断，一挖一打吃一粘就把它断掉了。不，一挖一打它一断你就死掉了，是吧？对，是的。先补这个。那现在这条这么长的棍子怎么样攻黑棋这一块，是个焦点。对，就我们刚才就说景山裕泰的棋下的非常的紧，这就体现出来。我这虽然说我那边占了便宜，但这边我依然要连回去，还要继续跟你起码是对攻。我不承认说你这就能把我攻成什么样了，所以这个也是比较强的下法，他下在这儿强，这个比较强，很强了。这个呢又是快棋赛，又是30秒一步的这个时间呢，他不能这个地方还要凭感觉，不能。想的计算的那么清晰，那么多时间的算还不行，这个时候看怎么进攻的问题，这个时候怎么样白棋来动手攻他，这个是一个是个关键的问题。对，是的。好，我们再看两步。白棋呢现在飞了一个，要求先把头啊给你摁到下面去。对，这不是这个地方它有个虎口吗？虽然你刺了一个，但是白棋依然是很坚实的形状。他要求把你这几个子呢赶到那坚实的地方去，看你这几个子怎么处理。这个方向我觉得是对，应该怎么样攻它？因为你那边已经损了，怎么样攻它是对的，但是怎么样攻的最有利，再看看。没错。那黑棋这块棋得好好处理一下啊。长，然后贴住，虎一个。这个我觉得需要探讨一下。那之前呢需要探讨一下，我们把这个题目留给观众来跟帮我们想一想。先想一想是吧？先想一想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地方的变化呢，刘老师要给大家先卖个关子啊，让大家好好思考一下。好，休息一下，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。好，待会儿见。
好，欢迎回来。好，回来。我们继续来欣赏这个第22届日本阿寒桐山杯的决赛，由许家元对井山裕太。刚才呢，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啊。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关键的地方。这个要进攻呢，这个地方是一步都差很多，是一个最要关键。咱们往前可以推一下。现在黑棋我觉得从实战来说就已经有点好下了。对，这个时候，飞一个被黑棋刚才那几下之后啊，黑棋好下了。我认为这个飞可以说不见得对。那您觉得这个白棋应该怎么下比较好？这个棋啊，我说比较有利的这个地方，可能我自己的体会，应该说要点在尖。哦。这小尖一个，那黑棋要爬出来吧？对，你爬，我搬，然后再搬一个。对，我连搬。连搬上边首先你打不断，磨不了。你如果这样打，你这个跑不没什么前途。现在，哎，你我的这个能给你，你堵不住，堵不死。接下来不行。一长我这冲断，争子也有利。是的。你这个挡不住，所以上边不用担心了，我这个断打不用担心，下面你只是下面。这个下面不太好收拾啊，是如果说这一旦被断开，这一串全死了。对，你大概所以这得必须得护断啊，这怎么办？对，我觉得这样是有利的。这小尖好像更紧凑，确实。这样，我认为这样下法黑棋可能要费点脑筋。黑棋好像挺难办的。你要尝它点刺。对呀、啊，对，我很不舒服。是这个。如果虎就被您立下来了。对。这个变化呢，就是给黑棋增加，给白棋增，黑棋增加点负担，对，是吧？那么和实战我们可以相比较一下，我觉得应该这样下，这样它实战呢，它是这样，它实战它是飞的，差一路，虽然差一路啊，这个是飞是个第一感觉，是个第一感觉，但是这个棋被它就这样，是吧？他尝一个，你再压，但是他有一个这个棋啊，虎了之后他搬一个，你还没有办法。对，搬一个很难挡住他，主要是总是要挡了，对，总是要走，你不能让他尝啊。嗯，你看，我们就看看这实战，他打吃，这就是实战，他就这在这儿一打，断一个，断打吃，你白棋这。我们来看到走到这个时候啊，走到这个时候，我们看白棋有办法没有？白棋就已经没有办法了，这已经不好办了，不好办了。你这个打吃，对吧？现在打吃的话，对打吃，他立下来，他那个征子要着你的命。现在白棋这个时候进攻就困局了。有着征子，有的征子关系，你现在你必须要忙着上面，你别的怎么打都来不及。再怎么样，这三个子无论如何都是不能被吃掉的，不能被吃啊，所以你必须得跑，你跑完了你就来不及了。底下你只有一条，你只有一个可能，你说我干脆这样，我这算了，但是那边被吃掉了，这损失惨重。只有这个，但是呢，那个角吃了不如这三个大。他就把这提了，你那个都不行，确实，所以这个棋是不可以这样下的，这三个子太大了。对，这个这是转换，不能成为转换。虽然你吃了五个子，目数很大，但这三个子，他就把这一提，你就比那个大。没错。这是不能考虑的。所以这个棋啊，怎么办呢？这个棋白棋是。只能走上面，对，他这三个子是不能被吃掉，这是棋精啊。相比较刚才那个飞啊，就不如那个尖，刚才那个连扳，就黑棋你没有一个明显的特别有力量，这个就明显的黑棋就可以。是啊，我刚才在帮黑棋想办法，如果您颠的话，他怎么办啊？这棋。是啊。好，现在你看他一扳就要着老是紧追着你。对。这样的话，黑棋成功。他先弯了一下，然后黑棋又贴他一下，
打吃，打吃，滤下来，尝出来。那这个棋你先追着你走，这个白棋失败了，没错，被黑棋吃到这儿，很轻易的，黑棋的形状很好，对啊，把那个很顺利的连回。而且你这个棋还在受到威胁，一会儿人家搬脚还得搜刮、他这个地方多走了两招、这个还连着木，这个明显的白棋，这个明显白棋不舒服。是的，是的，白棋不舒服。哪个地方有问题了？我检讨出来了，就是说这个飞啊，刚才应该下尖，下小尖，有点轻率了。虽然是第一杆，但是后面的后续手段没跟上。那走成这样啊，应该是大家可以看到是黑棋比较顺畅了。你攻了黑棋的攻半天，这儿又被穿了，你被亏了。这个地方又是被黑棋顺利的活掉了，你这个两边没得便宜。那你这个后面怎么办呢？白棋现在打吃了。打吃，对。长的一个。如果只是挡一个先手，这么顺下来挡，他不满足于这样。不满足。这个时候刘老师您觉得黑棋能不能硬在底下呢？尖一个吧。对啊，比如说小尖怎么样，这是通常这是最常见的。对啊，很容易想到这步棋，好像对对对对，这我不度过吗？要不然被你长一个这儿跑出来了。这个尖是最常见而且也是有效的，可以吧？这个尖一个我觉得是挺好的。对，尖一个，这不是很平和吗？已经挺好了。他要求有点高，他觉得还不满意，这样被白棋这么一压呢，他还不高兴，不满足，应该是属于这个太有追求了吗？他追求有点高，大概是这样吧，你可能长三三，对啊对啊，黑棋大概要长一个吧，对，长三三，不长三三的会被他先跑一个，是，这样应该是这样吧。或者补加一个，把这个吃掉。这样普通，这样黑棋应该说，也不错。这个也不错，把那边补一个，差不多虎一个。虎在这儿吗？虎一个，差不多。虎一个，这样就是一盘棋。对。这样一来的话，我觉得黑棋目数看起来还挺多的，这底下这连脚带边的也不少，还有这块，他下的有点还不满，不满意。他觉得你这么白棋挡挡，他可能他还不满意。好，我们看这个景山玉泰，他是走的什么？他追求高效率，他是飞的，他要求这一般嘛，就是你这个棋就死了，想让你补了之后呢，他就不走这个了，直接从这儿一路压出来给你作战，这是善战的人喜欢这么走的。对。那么，黑棋、白棋在这儿打是必然的了。对，这不绝对是不能再硬了，再硬的话，那就全不是那么回事了，已经。人家都可以不尖这个，或者贴出来，或者是往这边飞了。对。本来他要尖是因为怕你跑了拐回去的，现在有了这个子之后，你跑了拐不回去了。对，你要跑他在这儿一砸钉，那个这个两个子是死的。是的。那个怎么就？怎么都不行那个啊，那现在这个打呢是必然是提，这是白棋的先手权利，这个都没问题，这个时候白棋挡下来了，所以我觉得拐一个也可以考虑，加一个也可以考虑，都可以考虑。你是不是觉得白棋已经还不错了？差不多，加一个也是可以考虑，应该普通是拐一个吧。我想拐在这儿，拐一个可能。那黑棋接下来要把这个飞出来吗？飞一个，对，大概是这样。这样，可能是这样，白棋再走那边。是。这样来说是一盘棋，黑棋来说，他那个还脚上留着一个吃。那如果作为黑棋来说的话，这样下可能比小尖他要更满意，可能更加的有利。他本来可能预计是这样，好，他没有走成这样，那就看来景山玉泰他选择那个飞也是有道理。是的，是的，有道理。他想下的更好一点，这样白棋脚上欠一手这么大的一个大官子啊，这一块活棋放在这儿，那个选择是对的，应该是这样。这个他宁肯给你打成一个饼啊，对，很难看，但是呢。他那个棋有一个扳脚，还是在主动权在他，他的手上。那么现在实战啊，打一下，虽然难看一点，没关系。这个棋全局主动，然后黑棋白棋挡，白棋挡，这个很大，非常大。
但是善战的这个景山的黑棋啊，他你看他把这个，他关键是不拉倒，非要跑出不可。这跑当然很厉害，嗯，很厉害。那这个你要是搬呢，他断一个让你还难受，嗯，搬一个会断一个难受，没错。嗯，那他还当然是要尝一个，是吧？对，我觉得景山给人的感觉他斗志很旺盛，他继续来，继续走。哎，这个扳也是这样，这被你这个形状啊，这个端打完了，这个白棋还是这个白棋这个地方还是有缺陷，这是一个很不舒服的形状。如果你断，它会一路打下来，就从这儿打一路顺下来。就比如说是断一个，是吧？哎，对。白棋断一个，在这儿断，对对对，断它就打吃，对 对, 对, 对，这样一路，对对对，我想是这样，挡下去，嗯，挡下去，对，嗯，这个棋作战呢，它因为这个长是先手，那儿有个打长先手，长黑棋先手，这个地方作战白棋还不行，嗯，黑棋能够善战，关键黑棋一会儿搬到这个的话，黑白棋也很头疼啊，是，只要能打着一下，这白棋整块棋不活啊，它，对，这个棋是。黑棋善战的形状，嗯，黑棋善战，对，这黑棋比较好下，比较好下，下，嗯，所以说白棋呢实战选择了外扳，外扳连扳，连扳在这儿，这个应该是对的，嗯，强，嗯，黑棋往这儿再长一个，长一个，嗯，这个作战上对，拐一个出来，下成这样。但下成这样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白棋这个断点好像还是存在的。是这个断点很严重。是啊，其实是很严重的。啊，嗯。但白棋肯定没有心情说这现在再去补个断点，这是不可能的。甚至我自己的感觉，甚至这个粘呢，啊，都想粘这个给你拐，嗯，我都想那样。你想粘在这儿，哎，就把这个断点给他，对对对，或者这样被走了之后，这个断是要随时小心。嗯，很厉害的。很厉害的棋，确实这个断。因为它有个紧气的关系，这是个形状是不太好。嗯嗯，黑棋善战的形状，嗯，而相比之下，白棋感觉用的力啊，没有黑棋用的力那么到位。对对对。嗯，这个就说明一个水平跟力量的问题。像这个要力量大的时候，直接再压一个，应该再压一个。嗯，再压你跳方，我补角那样更好。哦。我觉得应该那样，是吧？这个很厉害，哎，这个粘压在这儿可能更加有力。嗯，现在这样走是黑棋乐见的一个局面，他喜欢这样下。下面你还补断呢，是吧？还有个断的问题。嗯，那么你要防一下断，那么怎么办？现在他直接跳出来了。这个棋觉得有点俗，这舍不得，关键舍不得。本来有个断的那个大棋，你给卖了。嗯。这个实在舍不得下，他如果要走的话，是不是可以考虑直接，白棋直接走？白棋走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白棋这个棋，我觉得就不要往那儿走了。这棋那是不是中间走也要？刚才应该这主战场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也留着一个大棋，嗯，非常大，这个巨大实在是。那个地方都是不要走。嗯。你要他可能想间接补断。嗯。这个被这两个交换之后失去了一个机会，本来你在这儿连着压迫他，逼迫他补，你顺势补角是最好的，现在走了，这个是现在主要没有方向了，你总不能去补个断吧。嗯，补角呢也可以，如果你补角，比如说黑棋白棋，就是白棋补一个补角是非常大而且眼见的棋啊，但是这个时候被黑棋断一个，如果被这个黑棋断了，不好作战，怎么办？现在黑棋呢，这个子争不掉，这比较麻烦。然后这边呢，人家一长一扳，随时要挟白棋。那你不小心这扳进来了？对，扳进来了。这扳进来非常厉害。对。所以说呢，这白棋很头痛，不知道怎么办。人家断了之后。所以这个棋他没有办法，他这个棋也没补角啊。嗯，我们看。嗯，这个时候白棋他走什么呢？他居然把那个走了，跳出来，跳那个，这个是比较狠，这是孤注一掷了。是的，孤注一掷。这看起来有点不讲道理，我就要跟你战了，我要跟你战了。反正是那边我是已经下不好了，那个断和那个角都来不及走，
先把这儿先杀出来，要跟你决一死战在这儿拼力量，是的，拼力量。嗯，黑棋现在点了一个，点一个，对，点一个好，因为你这儿有个刺嘛，它就上面压了，你这边冲过来，它能从那上面冲。现在黑棋先这个冲个，他不走，先直接走一个，这个应该说是好棋吧？对，因为你直接冲的话，人家就从这儿冲，对，先暂时占不了什么大便宜。你要吃一个也就算了啊，没什么用。现在呢，就是说他有冲啊，这顶啊什么，他你现在白棋动不了劲儿，嗯，对，那他走什么呢？他单粘一个，自补一个，自己补一个，下一步长很厉害，长能够。对，有断，我粘完了，你就连不上了。对对，本来这个长呢，由于它这个有冲断的问题，所以它直接动手不成立。是，嗯。现在黑棋小尖，黑棋小尖，然后白棋尖在底下，算是不活吧？嗯。那这样，如果底下走一个，力量就它可以脱先走别的了，或者说这个棋你要想有力量的先长。单长一个，先跟他交换一下，直接二路走一个，他就不理他，不会挡上了，不会挡吃你了。那么现在他黑棋腾出手来了，关键他在这里边断一个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个断刚才很大，就强调这个断很厉害。他断棋从断处生，这个地方一断呢，这个地方他借着力量，他把自己的棋形也能处理好。是的，下面你白棋怎么走？有点难办，是吧？看的白棋他是飞了一个，飞一个，对，飞一个。然后黑棋小尖，他不走的话，这一贴黑棋一贴，这儿有个扳，要争三个子，对，很大。飞一个，他希望你长，他贴，他是希望你这样，哎，白棋贴一个，这是他希望的。对，但这块白棋。一会儿不会有什么被人家搜过，这个倒可能死先太长了，死先不考虑。他主要是他要处理，他这样，这是他的期望。那黑棋没这么下，我们看黑棋啊，黑棋下了一个我认为还是不错的啊。他实战是小尖了，小尖一个，你看这个棋啊，比那个刚才那个单长要生动一些。首先你要打，我就粘你这个呢，我就跑。那三个字抓不住，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吃，是吧？你三个字给进来了，不能硬来还不行，抓不住他。对，所以白棋还是得老老实实的补棋，不然被人家一虎，这一串就掉了。那个虎就是的麻烦了，只能小尖一个。他是小尖的，对，小尖补一个。那这个呢？这个子和长呢，这个就生动一些。以后有搬这个，有搬这个啊。是的。所以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总以为黑棋会接下来把这棋筋给拽出来，然后呢，怎么样攻击白棋这几个子的问题？对，但是他没有走。对，景山下得很灵活。这个特别大，是要命的，特别大。对，是。关键是我走完之后，你这个白棋。是眼位，你的活的问题。是生是死，本来还不知道。这白棋搬一个是白棋的脚。对啊。现在黑棋活了，把你脚不但掏了，你关键你没活。白棋要这块棋要死，这一出入的特别大。对。一来一去的出入是最大。应该说这个比那个大，你忙活半天在那儿攻出一块啊，都不如这个。要我说那面先不管，先搬掉。那面再看，那最好。除非那面你一出击就把对方吃掉，但是你又做不到，那这个棋就不对了。这招棋太大了。看景山的招法还是挺灵活，他中间断了一下，然后小尖。这下一步马上被扳死了，但是他不走了，他先抢。这个扳死他无所谓，扳死他。对。那个这个把这个吃了不得了。但是他如果说刚才断和小尖不跟白棋这两手棋交换的话，白棋有可能中间随便走一个就把断点补了。对，现在你虽然损了两下，看起来好像被人家扳死了，但是呢，人家花一手棋，他不能补到别的地方去。多出很多头绪，应该说这个棋他下得很生动，这样有两颗子后借力啊，之后啊，你吃黑棋就不容易了。对，还有很多利用和借力的地方。是的，是的。现在白棋走什么？点一个。点方好啊，然后黑棋拖一个，对，这个是这块棋能活吗？刘老师，
也现在还有可能活，但是就已经很累了。嗯。你要白起活啊，就是在这个地方活了，反正已经很辛苦了，需要动动脑筋了。嗯，但是暂时我都都不没容易看看出出来来，啊，他不容易看怎他么怎么能活活。究竟？如果说这跳一个白棋这块就死了的话，那这手棋也实在太大太了，大一了，来一去太大。这差多少步去了，都快是，要，你这个真的差我的也有点看不多，出这来，你这长一个我就尖一个，是啊，怎么活啊？这到现在为止一只眼都没看见，你撑死了半只，这怎么办呢？是啊是啊，你搬这个棋，它立下来没有用啊，没有撑用死啊。了，觉得他能做出一只眼，第二只眼在哪儿这个棋还真的是呢？有点麻烦啊，嗯，有点麻烦，所以这个太大，要是普通的这个招数，嗯，就看不出他的作眼了吧？他想急招了。对，而且这断着了，现在看有个好处，你现在搬不动了，你小心人家搬底下已经算温柔，这打完了这马上就要打吃你了。刚才所以断着两下是很有用的，确实这是，反正样，嗯。这个是最主要的啊，对，这太大了。对，太主要，太重要了。那现在白棋怎么治这个乱局啊？嗯，怎么这走？有点费劲，看起他来。是走的上面，白棋飞了一对，个，飞上面。嗯，他如果能把这个攻这一块，或者吃这一块，那么把这个损失转移到那面，嗯，嗯，哎，也可以。但是那面也不容易吃。是啊，黑棋搬一个。那这个长，我就然是后有借长力一了。点，他如对，果刚才不走这个，如果长一个。被他跳补一个，他觉嗯，得他没捞着了，他们对，都连起来，他要分开是最主要。没错，这个长出来之后呢，他这块连着，你要吃那个怎么吃那个太不好吃了，那个脚上二路一飞，这还明有显飞，就是对，还有飞的问题。先手眼是毫无疑问的，他反正现在要想嗯，办法他先攻跑出了一东下，西。这是打僵，应该是，哦，这打僵了，这就是嗯。快棋的问题，这是损的。是这个打将本来我这个压还的，先手，你这个打将损不少，所以这这打将舍不得舍不得不的，能乱打将嘛，这其个舍实，不得的。嗯，这个将一打就有，那也得继续啊，看这棋怎白么棋办？能从哪里找点头绪出来好，啊，我们看接看，下来怎么争胜？他是飞了一飞一个，那就是如果把那个封死也好啊，嗯，黑棋他压出来，压出来，对，压一个，白棋跳。好。这个棋，他跳在这儿的时候，我老在那儿想，刘老师，他中间那个是不是能搭眼，能不能做活？这是跳是加一个好吗？还 是怎跳么？在这儿吗？加也不知道跳在加。这儿的话，他肯定先要把这个连回来吧，比如不说是，虎我就牛是之走类这的。个的话，他跳这个。就说您这步棋搁在这儿是吗？哦。对。这个，但是里面有那个什么啊？它中间有怎么个分段的问题？对，是的，嗯，他比如说是什么靠段之类的吗？你说啊？对，你他如果如果走说这，您这步棋放在这儿啊，我们好，来看一下，这个有点复杂，这也是嗯，快棋啊。然后我们看看这，如果你走这假如说他个，靠这个吗？还是不，靠这个？就在这个地方吧，这儿飞一个，飞一个，对，哦，那您挡过来，哎，对。然后这个地方靠段，靠，嗯，可以先搬段，靠也段可也以先可以，搬段，这有个冲段，这白对，棋这。好我像也觉得没他办那个法，断点实在是有点多，有点多啊，有点多这断点，这样好像也不容易吃啊，是不容易吃，不太好吃。而且黑棋这先手的话，这随时一打都活的，不是好很担像心这事应儿。该是白棋稍微无理嗯，了，无理。那么实战，它是这个跳也是个，是个。抢手，嗯，白棋跳一个，跳一个现在，好，嗯，这跳一黑个棋下黑得棋，特别狠，他飞了一下，你然总来后。说对，我老在想他应该怎么做活的事儿，然后他就不下了，直接，把这冲掉，上面冲了一冲一下，个挺好，嗯，冲一个，那白棋必然要长出来要杀他了，这这棋，个如果被他一吃，他基本就活了，他要嗯，杀他，嗯，那好，他是把这个尖吧，他对，尖这小个，尖一个，这是抢手。这边有断，这里你一搬它一断，这个嗯，嗯，棋它有很多头绪，没错，可以是这样。那么现在白棋先在这儿搬一下，搬一个，对的，可嗯，以接下来搬下来，搬这个现在他好，终于能搬得动搬这个是一个形状，否则被黑棋搬相当大。了，嗯，那它搬这个的话，
那面他没问题了，黑棋没问题了。对，你如果只是吃这个靠断能吃这个不大不够吧？这底下，而且这儿还欠着一个大角呢。对，现在白棋立下来，立下挺好。嗯，黑棋顶，白棋要补，黑棋要补，这得补这个有棋的，这一顶就出棋了。嗯，那么现在那就是剩下那一块了，长一个。嗯，普通是虎一个，对吧？对，但是他这个是点一个是更狠，这个景山一菜这个点狠。那么说你如果断会怎么做和怎么样呢？如果断的话，他就打两下接上就行了吧。如果断，嗯，他就打这个。嗯，这个棋啊，白棋没招。怎么说呢？你如果这么来，我提，你如果这样是吧？我这一叫吃。看你提，这可以双叫吃。对了，这儿，啊，这打穿了，打穿了，这不行是吧？对，是的。这个地方是有一个这个问题。这不是打劫，这。对。白棋这个棋还不能，它这个点就防着你这个断，对，你紧着气，嗯，所以你拿它没招。嗯。那么怎么办呢？粘不粘？它长了一个吧，在这儿。长一个，先再攻那个。是的。是吧？嗯。好，它这个也不拉倒，就搬一个。对，这个形状啊，这个形状是，然后白棋跳下来，在这儿。这个形状其实分开，这儿有冲断。是的。不好攻黑棋。对。啊。而且黑棋还特狠，他在自己做活之前啊，他先把你扳断。哦，自己落一个眼。啊，对，先守一个眼，哎，他先打了一下。嗯。那么，这样。他先。对，反正分段，先手一个眼又把它分段了。分段，先黑棋这个呢，你既然没有断，它也往外这个连回来了。它那个只要活棋就可。是的。他把这个再冲一下。他冲一下。嗯，要冲断。对，然后白棋这个时候呢，这有点急了，这确实不太好下，所以他就加到这儿来。加这个。那断也断不了。加这个哦，他是想这样，你长我再顺着长，借你。借力，你长我再长，嗯，这样呢，我以后断起来就不同。对。然后黑棋断了一下。断这个狠，在这儿。断这个狠，紧着气呢。主要是这里白棋气紧，它动不了。你这不能随便打，打完了那打完一棋。嗯，对，我就希望你打，你要打我这一吃，这有个叫不归。接不归，接不上了就。对，你现在都不动，打断根本不行，这怎么动借气？它主要紧着气。对，这个棋这一段呢，紧着气，它让白棋不舒服，难受了。嗯，他只能再回补，没办法。然后黑棋再，哎，你看他还不拉倒，这个有点狠啊，是这样吧？是这，还打吃，打吃，白棋提的，他反打，你急打这还是有，又是接不上，对，这一急打又不行，那怎么办？所以白棋挤了一个，但是黑棋就算你是提到他挤在这儿。哦，啊，他是这样的，然后你看你这不能提了，他就叫不过，是的，是的，他只能是吃这个，他吃这个，然后黑棋把这个抓了，抓，这个抓的太大了，实在是，哦，太大，这个抓，他关键是这个是转换，这个给吃，嗯，但是这个都，把这个全部拿掉，白棋把这块全吃了，但是黑棋呢，现在回过头来赶紧补一个，宣告你这儿全部死了。那个五十目吃了，这个也有四十目。那你问题你还有这个啊，还那个，黑棋优势明显。对，这都超级大。白棋跳一个吧。跳一个，是的。哎。然后黑棋拖了一下。对。冲。冲一个。打吃。打吃一个是吧？对，粘上。他虎一个。虎一个。嗯。他拐吃。嗯，拐吃。拐了一个。是。他先靠了一下。对，尖那边尖一个。尖一个。对。辅助黑棋得补活，补一个对吧？他这个棋呢是这样的，你那面是，就算这样的，他是这儿先靠过，对，靠过一下，这儿是走过这个，对，这是先手，等于是这样。他跳，然后黑棋上面还点着了一下，哦，这儿是先点过的，对，点过一下，啊，然后黑棋团住，团住，嗯，是这么个形状。然后白棋飞。这个时候黑棋下的特别稳健，他又跟这儿补了一个。哦、其实补不补都很难说。他说你这块棋和这块棋，反正我两块必吃一块，这棋就够了，就行了。你补活那没关系，你补活我就冲你一下，
然后你在这个是活了，对，这个活掉啊，那么黑棋黑棋把这个吃了，这样木就够了，白棋把这个走掉，是的，是这样下的吧？啊，接了一下，渡过，然后他又吃这儿吃到一下，这样，对，然后这个棋它是，走成这样的时候，白棋这儿虎过一下，虎一个啊，虎一个，他黑棋是啊，对。对，这交换过一下，嗯，就是这样。对，这样。接住，嗯嗯。最后呢，就是白棋这块棋虽然是活了，但是这个角死了。黑棋呢下得很稳健，他知道自己够了，他就里面再补一个，省得你出棋。然后这两块我必得其一，这木够了就行了，是吧？这个棋现在控是不够了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你是只是这一块，黑棋呢这个吃完了。然后又这个加这个，嗯，白棋这一块抵不过黑棋那么多，而且他是多补了一个，也是稳当快棋，表示真的表示这棋已经够了，确实是，的确不错，嗯，对，这个下成这样是不行，关键这棋啊是前面的作战，嗯，前面作战是白棋，力量拼不过黑棋，黑棋有几个关键处啊，老是没使上劲儿。就您刚才说的尖一个，我还没想出来这黑棋到底应该怎么办呢？嗯，尖一个是一个，黑棋挺难办的。哎，还有你在这个地方，这个粘也应该压过来。对。哎，你这个松了一口气之后，后面作战黑棋的这个下法就比较容易了。对，确实。啊、是吧？这个棋就后来他这下的也比较漂亮，直接他走简明化了，是还有可能更强，但是他没有用。对、嗯、对。就走比较简明，最后就是一个。简简单单的，就是他最后黑棋稳当获胜了。这儿还挖了一个，嗯，对，挖过一下，这是挖、啊、挖过一个，嗯，这都没有，哎，对，就像这样，就最后的结果呢，就是，景山裕泰中盘获胜。对，嗯，他这也是他第四次夺得了这个阿含铜山杯的冠军，那么将由他出战。跟中日进行对抗。好，好，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，谢谢您收看，再见，再见。